鼠标的主要功能是语音打字和语音翻译，还有文本翻译。不管你是在使用 Excel 或者是 Word 或者是其他的文本编辑器，只要你想通过说话高效的输入文字，就可以使用它。可以选中已经输入的文字，一键翻译成其他的语言。你可以在说话的时候同时翻译成其他的语言。你可以先用母语说出你想表达的意思，然后再翻译成其他的语言。你还可以直接输入数字。1、2、3。4、5、6。7、8、9。